今天报名截止，下午老师开会，我得把握机会。那个四四方方的机器怎么搞嘛？你一个精灵，连打印机和电脑都不会用？我上次觉醒的时候，那玩意儿还没普及呢。关机了呀，见鬼了。哎，又怎么了小祖宗？报名的事儿谢谢你啊，算我欠你个人情。那成。今天他走廊经过的那个美女是谁呀？林月熙，你不是对人类少女没兴趣吗？她住哪个屋啊？咱俩扯平了。嘿，小浅，想再打听也可以。说，给我当陪练。这个我好像真的不会。
哪怕不能这样忙啊！不要，刚开始要先这样。可是他也是这么拿的。人家就是那是这样拿的，人家不是这样拿的。啊，你刚开始练习，你要先像我一样，然后腰弓一点点，你的大臂带动小臂这样。哎。万事开头难，张丹你可以的。再说一遍，我不叫炸弹。炸弹听着霸气。你可以叫我阿丹。叫不出口。炸弹，看我示范啊。啊，你要打到岸上呀。我简直是一个天才，这样推是吗？我要大臂带动小臂，我要大臂带动小臂。哎，对，你看这样我就用输了吧？你要过那个网，然后打到这个上头。你感冒了？没，有人念叨我吧？那我帮你看看。不是这个，也不是这个，不是他。嗯，也不是他。咦，还真有个帅哥。是不是就便宜啊，小粉？
纠正一下，是传纸条。可你不觉得传纸条更暧昧吗？班长关心同学嘛，你不算啥。我不信。这么合适啊？我对人类少女没兴趣。